给南方朋友做东北杀猪菜。今天啊，我跟这俩给你砌两个灶台，以后什么山珍海味呀、咱们顿顿吃大餐。拉砖去，走走。你不行换我来呗。你来啥呀？你来，你瞅着，你慢点，别摔了。你来吧，你搁这干嘛啊？我再拉一车去。行，是这样的吧？来，卸砖。哎，你看我这个弄的怎么样？你看看，这啥呀？这是啊？不是，你给我录俄罗斯方块呢？大灶吗？大灶，灶坑呢？搁哪凑火？我搁上头啊？灶坑？我三岁小外甥都知道，你让他稳那儿，你不得和点泥给他粘上吗？我这个很稳的，好吧，我这个。完活，我不走了。这菜冒油了，都搞得真不错呀！晾干做饭。Later， 起锅烧油，炖酸菜那个多搞点油啊！油热葱姜，炸锅，切水，酸菜搞里头，搞点十三香，五花肉搞里头，大骨头搞里头。不是你这做的什么呀？是不看着一点食欲没有？是，那就对了。大料忘放了啊，老铁们。我会不会做呀？盖锅一个小时，我让你看看什么是人间美味。真的假的？我跟你闹闹。来姨，出个镜。快点。啥呀？这是退休厨师长，我跟你闹的。一人让我爷给你露一手啊。行。来吧，开锅了。好了，哇、这也太香了吧！怎么样，板不板正？我太漂亮了，这个好看又好吃，来吧，火速品尝。哎呦我，看这大骨啊，连筋带肉啊，必须来点蒜泥儿。括弧啊，必须是蒜泥儿，蒜酱都不好使。哇、哎呦我，这看着也太香了，来口啊，颤颤巍巍的。哎呦，这全是筋啊！哇，这老辣了啊！我绝了，你尝尝，太贵了。哦，这也太香了吧！这个，你不看看是谁做的？我教你个新吃法啊！什么吃法？把这个烧辣椒往这个酸菜汤上，哎，这么一捏乎、你把这个汤往放上，这么一泡，你就往嘴里爬了，就完事儿了。哎呦我，绝了啊！五花肉，你把蒜泥里这么一蘸，哎呦我，来口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哎呦我，这五花肉真的太香了，你尝尝，太过瘾了，好香啊，你是怎么样人？今儿我做这菜，看看这里。带南方朋友去东北农村走，哇，这人好多呀，好热闹啊！这人还没到齐呢。今天50多桌，哇，这么多！走吧，我领你看看400块钱的农村大席什么席面。来看看这油炸大羊腿，看这大肘子，嘎嘎烂乎。红烧大王鱼，看这色儿，加顿小鲫鱼，这家咕嘟的。红烧肉鹌鹑蛋，哎呀，这蚝油放的，嘎嘎鲜呢。四喜丸子、大虾、焖子、护心肉、猪蹄子，全是硬菜。你就吃这么一会儿，小羊腿配点干料，这切墩摆盘，这都分工明确。这菜叫啥？泽翁，猪头嘛，这叫有头有脸，面子十足。这席面怎么样？太好了，400块钱值不值？太值了，走吧，开席了。来吧，吃啊，全收给我。吃的，稀烂啊。吃的。哎呦，这块行，那红烧肉半点块，嘎嘎香。放点，这家最香这玩意儿了。拿匙儿，拿匙儿拿坏了。哎呦，是高血压了哦。来吃口丸子、哎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别装假。我这丸子里面全是肉啊，半点饭，嘎嘎香，太香了。给他尝尝，来点南方的，没吃过。我老香了，吃啊！别装假。哦，你这干是有限了。好吃啊，来，好吃啊，好吃。天儿，我感觉，咱那边菜跟你们菜一样不？菜不太一样，其他的差不多。为啥呀？味道挺好的，味道。咱这边人混。是是行行行，啊行行行，我自己夹就行，我自己夹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哎谢谢谢谢，哎我自己来就行，我自己来就行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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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热情，哎不体会的啊，哎不，大白骨，别装假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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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不要吃不完啊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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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都是有备而来。谢谢。